起能够忘开一面，别再出现有你的画面，默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灭。乱了心扉，乱了世界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曾埋怨。愿你体会，愿你体会，多少心碎，多少罪，是笑颜，却是为你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怎样锁住你，有你的视线，但愿我是你唯一的焦点。乱了心扉，时间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曾埋怨。愿你体会，愿你体会，多少心碎，多少罪，是泪或是笑颜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。小慧，为什么怀了我孩子不告诉我？你来做什么？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小慧，你出去好不好？好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叫他出去哈。我不会走，我要我的小孩。你不要再刺激他了好不好？他好不容易才保住孩子。我要我的小孩。先走，先走，好。小慧，你让他休息一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小慧不告诉他？不告诉他怀孕？还有你啊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你也不告诉我，这是太不应该的吧？我不告诉你原因，是因为我不想再让你欺负他，我也不想再看他受到任何伤害。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啊？啊，你真的珍惜过小慧吗？你不知道她一个人怀孕还加班加到半夜。他为了就是给小孩一个很好的环境嘛，而你呢？你做了什么？游山玩水散心，你把所有的痛苦都给他一个人承受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想帮自己找点空间，想想我的感情、我的事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。她怀孕我真的不知道，就算没有怀孕，也不代表我要离开她，我不关心她。那你还爱她？你会娶她吗？我对她的心从来没有变过。那你会保证给她幸福吗？当然可以保证。我爱她，爱孩子，爱我们组成的家庭。我会保护她。小辉，其实他还是爱你的，请你以后好好对他。他如果不爱你的话，我就不会把这孩子留下来。请你以后好好的对待他。
好了，摇篮曲唱完了，该睡了，乖乖的，别再捣蛋了。请进。是你。这段时间我离开台北，想了很多事情，也想让自己沉淀一下，想一想我们之间的感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次我回来知道你怀孕，这是我们感情的结晶。你凭什么要他？我是他爸爸。我不打算为他挑一个爸爸，我自己会照顾他，栽培他。如果他是男的，我会叫他用情专一；如果他是女的，我会叫他小心待人。我跟陈明没有关系。我不想知道你们的事情，你可以走了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这是我在牢里写的日记，很多的心情都写在里面。有空可以看看。你反而笑，你神经病啊！我是笑你这个大情圣，你生在九零年代，却有着三零年代的烂好人情操啊！哎，感情能用让的，能用还的吗？可是我又不能跟他抢啊！可是你也不能勉强你自己啊！拿你没办法，不要抢我的酒，我要喝。妈，阿姨，你们就像小薇喜欢我吗？小周，好了，我在想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小慧的状况，她下个月能不能参加婚礼？如果不能的话呢，我们等他出院了之后再挑日子吧。我总是希望大家都能参加呀。舰长，你看婚礼那天要不要让小袁也出席啊？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。爸，如果大姐病情稳定的话，就让大姐来参加嘛。嗯，
我们让大姐参加婚礼好不好？她一个人在疗养院，好可怜哦。嗯，是啊，可是我怕她一见到婚礼上的事跟物，又精神崩溃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挑一个时间去看看小媛，说不定她很愿意回来呀。对啊，毕竟喜事，一家人能够到场比较圆满嘛。喂，是，小媛失踪了，这是不是？大姐又不见了。小媛不见了，怎么会呢？之前我去看她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？她可能是趁大家不在的时候偷跑的。她会不会在里面被人家欺负，她受不了才跑掉的呢？哎呀，夏大哥，现在怎么办嘛？我跟你说，先找到你大姐，我真不敢想象她一个人在外面碰到坏人怎么办呢？那。我们先把清远停止，找到小媛。哎，夏大哥，小志，我现在去疗养院了解情况，或许小媛还在附近没有走开。你先回家，告诉伯父，叫他不用担心。媛媛会跑到哪里去呢？她如果不喜欢待在疗养院，也应该回到家里来呀。我当初真是不应该把她送到那种地方去。别急了。我想小媛可能是心情不好，出去走走。是啊，搞不好小媛待会就回来了。爸，你不要担心了，我已经叫夏大哥去了解状况了。星海、小周也去找啊，说不定他们会把大姐带回来。我是怕她精神不稳定，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小媛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喂，是，请等一下。爸，饭店打来的，他问你酒席的定位有没有问题。哦，我来吧，我来接。喂，是，酒席延后，什么时候啊？那我们再联络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谢谢。不敢看你的信，是怕自己对你还存有一丝希望。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，阮明远不再是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阮明远了。今天听见外面探监的小孩叫着爸爸的声音，余音回荡在长廊上，想起我那未出世的孩子，心里庆幸他还未出世，庆幸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真正在狱中。以前常幻想自己的小孩的模样，想象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的，也在心里打定了主意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快乐的童年，不要让他像他父亲一样在孤儿院长大，受尽人情冷暖。亲爱的，初遇到现在根本不敢见你一面，每天开着计程车，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好的环境，不眠不休载着客人来往各地，心里希望下一个上车的人就是你，但是希望总是落空的。程梅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她肚子里的孩子不知道好不好，心里甚至希望这个孩子是我跟你的，而不是跟程梅的。亲爱的，我们又吵架了，心里真的是很害怕这一吵
我们就散了。没有去接你下班，只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搭着小周的车子离开，跟着你看着你进了家门，我才放心地离去。真的真的很害怕从此都不理我了，亲爱的。我到今天才对自己承认，我对他不只是欣赏。当我知道他到另外一个人身边，我真的觉得好难过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又不能表现出来，因为他根本就把我当个小女孩。虽然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，可是我还是会祝福他的。这跟个见不到面的人都可以聊那么开心，是怪的。不要理他，他心情不好。对，你最近没去找小慧啊？不敢，不敢。我怕他生气，他现在情况才稳定，我一去他生气，动了胎气，到时候想在一起，机会很渺茫。可是，我觉得小慧的气应该消了吧？你应该去看看他，你知道一个女人怀孕是很辛苦。小周啊，谢谢你，我不在的时候这么照顾小慧。不要谢我，只要能好好对小慧那就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他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梦见我比赛那天输得好惨，积分表上是零分啊。小智啊，你一定是太累了。其实你不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，得不得金牌并不重要啊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参加那个比赛。二姐告诉你，参加重要的比赛时，心情反而要放轻松，得失心不要过于太重。这是二姐的心得，传授给你。我才没有紧张哎。你不紧张的话，怎么会做噩梦？我是太累了啦，夏大哥每天严格训练我，不累才怪。嘴硬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，坚持要自己生下小孩。表面看起来很坚强，我就不相信你看见人家夫妻开开心心抱着小孩出院，你会不羡慕？自己嘴才硬。我去帮你买点吃的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不用了。那我去买果汁给你喝。小月还没有回家，她是不是在躲着我们呢？不会的啦，别多心了。她这趟要是回家，再怎么说我也不会把她送到南部去了。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应该把她送到那种地方去。这不能怪你吗？你想想看，小袁当时病情那么恶化，还伤了人，又送到那儿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可是我是他的父亲呢，我可以照顾他，看住他呀。再说，住在家里总比那个地方温暖吧。我想小袁可能是逃跑的，如果在家里，绝不会发生这种事啊。哎，爸。啊。爸，大姐写信来了。哦，快快快，给我看。在这。真的啊，三姐。对啊。大姐在上面写些什么？大姐说她很好，叫我们不要担心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他来信怎么没有回信地址啊？我在想，大姐可能希望我们不要打扰她吧。可是我们要……哎呀，病人呐、我想小袁现在啊，可能心情才平复下来，就顺着他的意思吧。说不定啊，他很快就又会写信来了。好，他会再写信来，会吗？当然会啊，爸。我现在就要告诉宇哥，说大姐写信回来了。好好好，小姐，小姐。宇哥，大姐写信回来了。来了。大姐啊。小薇，快点。信在哪里啊？在这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是小袁的，是他自己没错。小袁超。他现在很好，他还说，哥，我不给你转内容，你就不用念了。啊？进来。小慧，我炖了鲁鱼汤给你喝，来，试一试。你干嘛这么开心啊？我当然开心了，我就要做爸爸了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炖的汤，哎，我还怕太腥了，放了很多姜。我们这样算是和好了吗？你没有赶我出去，应该算是吧。尝一尝，怎么了？又不高兴了？不高兴会动到胎气的哦。为什么你可以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从来不做解释？你呢？你也不是一样吗？我们已经花太多时间在解释上了，如果彼此是相信的，干嘛还要解释呢？原谅我吧。哎，开心点嘛，嗯。等我听一下比比有没有讲话。傻瓜，才两个月大，怎么可能听得懂？有哎，他有讲话哎，他说他好高兴哦，因为爸爸妈妈又和好了。骗人。心情好一点了吗？可以吃东西了吧？孕妇呢要营养够，所以要喝多点汤。营养都在汤里面。沙发哥，你要去旅行啊？不是。我要去找小袁。你要去找我大姐？是的，我要找到她，陪着她。我想她现在一定很孤单。可是你知道我大姐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怎么找啊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相信我会找到她的。那我比赛呢？小芝，以你的实力再加上多加练习，你一定没问题的。这段时间就要靠你自己了，我能教你的就这些。小大哥，没有你我不行的啦。小智，要相信你自己，要有信心，你一定能办得到的。可是我……小智，你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，加油啊！啊，还有，教师节要记得寄张卡片给我啊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我要走了。小智，这不像你哦。
不要难过，我还会回来的。OK， 加油，再见。知道吗？我有好几个知心的好朋友都离开我了，也许还会再回来，可是我现在心里好难过。最近还好吧？会不会不舒服啊？很好啊，宝宝乖得很。宝宝一定知道我要修理他，所以不敢造反。你看你，孩子还没出生就发起父亲的威严，到时候他听见了还敢出来吗？那我跟他商量一下。宝宝，宝宝，爸爸在这里啊，在里边不准压压呀。爸爸买了很多玩具等你出来玩了，知不知道啊？OK， 儿子说没问题。你怎么知道是儿子啊？父子联系呢。听你胡说。说真的，你到底喜欢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女的我都喜欢，最好是双胞胎。真的？真的。明远啊，大姐的书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准备了？哦，你不说我差点忘记了，我明天就去小出版社。我一定要帮大姐出这本书，大姐跟任馨予的爱情真的是太伟大了。答应你，不过你也要答应我。什么事？我家里少了一个洗衣服煮饭的人。你不会请菲佣啊？菲佣不会生小孩啊。你这算是求婚吗？有一个男人从此被困。小慧，答应我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我考虑考虑。小慧，嫁给我。要我答应可以，不过……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。不过我不要做烧饭洗衣服的黄脸婆。答应你，不做黄脸婆，做小公主。大白呀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时间不好。我看圆圆既然已经没有事了，我们就不要再延期了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没意见。太棒了，三姐。没事啊。对啊，我也赞成爸跟白姨的婚礼照常举行，而且要办得热热闹闹的，简单隆重就好。真的，我来了，欢迎欢迎，舰长在啊，舰长坐坐坐，这个舰长在正好，我是想说哈，上次哈有讨论到说我出钱帮金豆鸟开分店的事情，不知道两位意见怎么样？
开分店呢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嗯，妥当吗？太快了吧？不会啦，做生意啊就是要这样子，要快很准。金豆鸟现在生意正好啊，开分店、啊、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可是我们当初开金豆鸟是为了圆圆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开金豆鸟是为了赚大钱呢、啊。哦，说的是啊，我看算了吧。谢谢你了。不客气了，既然两位没这个意思，那我也不勉强啊。哎哎，怎么有喜帖啊？这个谁要结婚啊？哦，是我岳父跟白姨。哦，就是你们两位要结婚呐、啊！哎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爸，白姨，白姨，哎，爸，啊，我们有事要跟您商量。好，什么事啊，伯父？我希望你答应把小慧嫁给我。哦，真是太好了，二姐终于要结婚了。太好了，当然是太好了。谢谢谢谢。你们两位要结婚，你们两位也要结婚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陈董，什么事太好？我想到一个赚钱的好方法。真的？什么方法？帮人家包办婚礼。哎，别别别！没关系啊，不用那么客气啦。我坐这里，那你们坐哪？我们坐地下。坐地下就可以。坐地下。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我们这个第一个 case 就是你爸爸跟你姐姐，自己人嘛，我们就算便宜点，或者呢包个红也可以。包办婚礼真的能赚钱吗？哎呦，放心啦，现代人忙得一塌糊涂，哪有时间管结婚的事情嘛？而且，你们两个结过婚啊，你们应该有经验才对啊。我们的婚礼很简单。哦，很简单。好，你们反正你们结了婚就算了啊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包婚礼这种事情啊，对于一些忙得啊不可开交的人啊，或者啊对婚礼根本一窍不通的人啊，绝对是一大福音，你放心，绝对赚大钱的。嗯，哎，心雅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嘞。而且，如果我们要生第二胎的话，它就会增加我们的收入，应该也要增加才行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那我们试试看好了。放心啦，听我的，准没错。这本书的内容呢，是一封封写的像连续剧般的情书，但是。他的结局是悲惨的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我们要拍一支广告片来做宣传的话，那这个广告的内容的结局应该是快乐的、圆满的。为什么？小叔说的没错，虽然剧情是一个悲剧，但是并不希望看的人真的感动到痛哭流涕，是希望他们感受到那种至死不渝的真感情，除了感动之外，感受到这个爱情的伟大。有道理。对。不错啊，小周有成长了。谢谢，过奖了。爸，我们都在吗？伯父，有意，没有了。我们在讨论大姐出书的事情。真的啊，出版商愿意出版了吗？不单是愿意出版，而且他们觉得小圆的东西很不错。哇，那真是太好了嘛。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决定拍一支广告片来做宣传。对，我们还决定了找白姨跟伯父做我们广告的模特儿。哦，模特儿。适合吗？都年纪一大把了。哎呀，适合呀、啊！做模特跟年纪没有关系。你们记不记得上次我不是做一个广告，很受欢迎的？哎呦，舰长，那件事不提也罢。啊，说的也是。夏大哥，我终于拿到金牌了。你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如果你在我身边，那该有多好。JJ， 你知道吗？我得奖了，终于拿到金牌了。只是我现在身边没有人帮我庆祝，我好难过。
你帮我庆祝？你怎么帮我庆祝啊？你在电脑里面。见面。迟到，最讨厌人家迟到。JJ 啊，你好无聊哦！我怎么知道你就是雅雅？我就觉得奇怪，怎么这么像啊？谁让你没事上网络？你还不是一样上电脑网络？我是心情不好啊。是不是因为舍不得我？谁舍不得你啊？我本来已经准备不再跟你碰面了，结果居然在电脑网络上遇到你。所以我们就注定要在一起。我知道。可是你在电脑网络上面说的话，哎，你最好忘记那上面说的话。我那时候是胡言乱语、神志不清之下说的。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哎，小智啊，那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怎么重新开始？我要重新再追你一次。我知道你喜欢下大雨，不过我有信心你会爱上我的。小智，相信我，我们真是天生一对。大木瓜就大木瓜，傻愣愣。爸，明天的酒席不是取消了吗？我们呢可以帮你找一家物美价廉的饭店，然后替您订酒席。价钱不贵哦。哦，别人呐、啊，你没想到吧？你的婚礼啊，是由你自己的女儿包办喽。这叫肥水不落外人田。对。好吧，就交给你全权处理了。谢谢爸，谢谢白姨。不谢。这件事啊，交给我们办就。哎，成交没啊？快了。哎，亏你还做事要说这么慢，我来。哎姐，冉大哥，我们不用了啦。明远，我们婚礼的事就交给小文他们去办，你说好不好？这样也好啦，你又要出书又有身孕，所以不要太累哈。咦，又成交了！耶！爸，白姨啊，后天拍婚纱照不能迟到哦，早上7点就要起床了。好。哦，还有婚礼那天的喜糖啊。为了省钱，我们会先到大卖场去买，然后呢，给你们送到饭店去。应该就只有这些事了。差不多了。哇，你看看文文现在多能干呢、啊！本来这个办理婚礼的事就非常的麻烦的，可是你看，听他说起来是井井有条，不慌不乱的。文文长大了吗？对。哎，爸，大姐的书已经开始在印刷了，等广告一拍完就可以发行了。明远已经在筹备了。好，好啊。哎，小翠啊，就你的包裹哎。哦，我的包裹啊。4000斤，哎，你们看，还有一封信哎，4000斤哎，哎，是夏大哥寄来的哎，我念给你们听啊，请转告家人。我终于找到了小圆，现在我们正准备出国游学，虽然小圆不希望我跟着他，
但是我仍然坚持守在他身边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你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活泼开朗的大姐。我有自信让小圆健康快乐起来，代我向其他人问好。这本四千金是小圆因为思念家人而写的，当作是给伯父白姨结婚的贺礼，祝全家人快乐。下大雨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我有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真的，我又要当爸爸了。文文，真棒，谢谢。我也要当爸爸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今天特别漂亮哦。明月，你还要继续开计程车吗？哦，我不开计程车了，我准备开九人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载。哦，你要载爸爸、白姨，还有我。不是，我要你帮我生一堆小宝宝。你要我生九个小孩？七个就够了，加你加我，刚好九个。那你还是继续开计程车好了。啊，视频啊，你看我二姐跟你表哥终于和好了。小智啊，嗯，你看表哥跟二姐他们要组成一个棒球队，那你那么喜欢打篮球，我们组成一个篮球队好不好？要跟你跟别人一组啊？小智，你真是大木瓜哎。谢谢你这一阵子对我们家人的照顾，往后更要辛苦你了。这是我愿意的。你看看这些孩子们，都找到了好的归宿。小圆也有夏大雨在照顾他，你可以放心了。但愿小圆早日康复，也早一点回到家里来。各位，我来了。今天大家都好美啊！啊，好，来，现在各位给我到阳台去，我们来照相，来，走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哎，白雅，我们现在在这边是哪里啊？哦，这是我朋友的家。你的朋友？对呀。什么朋友啊？朋友。大家都叫他老菩萨。老菩萨。老菩萨是谁呀？哦，想知道吗？嗯。好，下个礼拜告诉你们。哎，好好，各位，好，现在您最好准备了啊。哎，小周你也来啊。啊，好好，那我调一下时间啊。来，好，准备了啊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你有近有远，花有明月圆，我再不说也谈不到你的一切，夜半醒半睡。甜甜，我放不到一走进某一种危险，血液慢慢发热，脸发烫，呼吸仿佛要停了，明明白白不是单纯喜欢，那是爱，那是爱吗？为谁心跳鼓声般的震荡，紧张着我不能
起风。